是三个，然后电视正上方那一个用锯的啊，旁边两个用散的，还是那三个都用锯的？都 就感觉不一样啊。你遇到问题再来解决，你有没有遇到问题？你在想什么？就是遇到了这两种问题啊。这不是问题啊，这个是都可以用啊，就是。你就随便买啊，买这个遇到问题再买这个就好了，那么简单。行。